我是百宁音响业务 Alex。那今天要帮大家介绍的是 Heed 这个牌子。那 Heed 这个牌子是来自于欧洲的心脏，匈牙利。那为什么要取 Heed 这个品牌名称呢？是因为 Heed 在匈牙利语是桥梁的意思。那桥梁是连接两端，那也就是代表说连接音乐与人之间的距离，以及音讯转换成音乐之间的两个世界的桥梁。那正如品牌所宣示的，忘却器材，唯有留下音乐在心里。那这个品牌创立于1993年，至今总共有26年的一个历史。全系列产品都具有高品质、价格合理，并且100%在匈牙利制造、设计、生产的一个特色。那今天要帮大家介绍的这一台机器，它叫 Elixir，是万灵丹的意思。那它是 Heed 目前最入门的这个系列这个等级。那这一台机器本身的定位啊，它是献给热爱音乐的爱乐者的第一部综合扩大机。那规格上呢，它是50瓦，在8欧姆的时候；那在4欧姆的时候，它有65瓦的输出。那运作方式是 Type AB，就是 AB 类的放大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外观呢，宽度是22公分，高度是8.5公分，那深度是36公分，那也就是一般标准机型的一半的 size，那也是流行于英国当地，我们简称为协和式的一个体积。那它的重量是6公斤，以及它全机都是用金属机身去做它的外壳设计。那在输出路界面可以看得到，从右到左分别是它的耳机，它本身具有一个 Type A 放大的一个耳机，那以及输出路切换，它总共有4组的类比，一组的 AM 唱放。那以及一组的普奥，待会我们会转到后面去给大家看。那另外这边是可以去选择输入的一个按钮，另外也有输出的部分也都可以做选择。那我们把它转到后面去。它总共有具备目前机身上是5组的输入，分别是4组 analog，1组 mm 唱放，那另外一组 preamp。那台机器是利用 Heed 特殊的一个 Transcap 技术，它的工作原理类似于扩大那个真空管放扩大机，所以它能够表现出真空管的音乐性之外，同时具备更加通透、自然以及流畅的动态以及明确的细节。那这台扩大机我们的定价是58,800，同时这个入门的系列还有入门级的 DAC 可以选配，也是我们这一次大会使用在展场的一个搭配的机器。谢谢大家。